3秒钟。我还要。哎，你翻一下鸽子的眼睛。哎，上来了，它又来了。别让鸽子的眼睛。哎呀，朝到它了。哎，它求我五个就一直随它转圈圈，就随它转圈圈。双双语旁边是安利。哦，对面就是南市政府。目前订阅数来到236，还没订阅的朋友，滑鼠滑到右下角，赶快按下订阅键，让我们一起迎向防疫新生活，别再让订阅数安静下去了哦。拍摄器材啊，相机就在这边，由驼兽保管中。这边是台南市教育局洞，可以。这里呀、啊，隔壁这里。穿越了，在抽烟那里。
那个人他就把他的五个妃子抬起来，然后他也自杀了。有一个人他觉得那五个妃子很忠贞，所以帮他们盖了一座庙，叫做五妃庙。Oh.